报，所以跟老师报告哦，那整个法规面跟整个程序面我们要把它做完，哦，这样子才是依法行政，也请各文职委员可以帮忙。好，谢谢田副局长的说明啊，我想大家对这个案子的确都非常的关心。那我想经过这样的充分的讨论之后，那委员也比较了解啊。我们刚刚也听到邱委员特别提到说，文资保存跟都市更新之间怎么样找到一个平衡点啊，其实可以创造双赢的。台北市比较特别啊，各位知道台北市的这个包括像社造。其他县市的社造都在文化局，台北市的社造是在都化局，这个就是在讲说一个城市的更新，它跟这个社区总体营造是连接在一起的。如果说文化资产的保存跟都市的更新变成两条路，那真的就是会有很多对都市来讲不一定是有利的啊，就是因为文化资产的这个价值等等，我想我们都肯定，但是要如何在这边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取得一个平衡点哈。好，各位如果都听完了，那我想大概都有一些想法了哈。我是大家来填这个意见单哈。好，请。那四部分呢？大概第一个部分呢，再重念一下，这个要不要增加？这是一个大家提出的。第二个要不要废掉？哈，这个一二三，我建议增加这个部分啊，因为当然说真的里面弄得很清楚啊，就把这个放在那这个所有的理由里面呢，我们现在写的这些增入理由呢，也应该不含这个，因为这个部分就跟这个完全是不一样。那所以要不要把这个也顺便废掉？跟这个这些电子的类，因为我们写的什么都弄不懂，然后留在里面。老师，我可我是不是可以先说明一下，我们这次的选票是有分作三张，那我可能等一下要那个分开投。第一，就是对我来思考的话会比较好提议啊哈。啊，第说我建议增加这一项废止，把它废就一二三四废止的。那个本来就没有在里面，有啊，我给你们拆掉。刚刚那个冰老师说的那我们这次没有废止的那个范围没有包括刚刚冰老师说的那个甲种，还有一种。老师，我们去现刊有一个结论，就是那两户您建议今天提议的，其实在现刊里面还是有人认为它的价值并没有调查清楚。对。所以先保留那两户，今天没有列入。对，不谈，今天不谈这个。对对对。对。按照后面的那些登录的理由，是不应该不谈这个，就是说，什么什么机务段基层员工啊，基层的，还包括什么，好像什么点点呗，这些都应该不谈。刚刚讲的，应该叫十七项一三号，啊，一个在第五页这地方，这个第十三一号。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刚刚我讲的居委会啊，就是十七，应该是。十一项的公厕要不要可不可以废得掉啊？那另外一个是要不要增加定夺地这四件事嘛？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四件事吧。分开就是比较。老师，那个我们要不要帮忙解释一下那三张选票？就是你的意思，只有那两个。对，你先分开了嘛，好，那李委员先分开了。好，谢谢，请各位填选票，填写。但是有三张的，但是我刚同仁协助一下老师。红色的有两个，红色的两个，那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全部分？就是麻烦委员可以先就是不是要给那四户身份的我们先投票，那我们就开测一下。先麻烦老师先填白色的选票，然后后续我们再针对废纸还有扩大的部分。增加。
府内委员的公务局的拿掉，公务局拿掉。赶快先上第一个。带领不要进去。不是也带领不要进去。你要拿过去公布。讲有一个是代理，所以是代理，所以不算。第二个，是要跟我姐在粉红色那一张，就是要是要针对废纸的。然后我们是分成两部分，前面就是前面那一部分是有针对那个证件比较有过时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另外的十九部我们分成另外一个选项，所以可能要麻烦我来分开。好，谢谢。来，我现在先宣布第一个部分哈，有关中山区建国北路段23巷2480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及历史建筑，铁路局机务段原官员工宿舍变更公告暨部分废止审议案。本案21位委员出席，那全数都同意。建国北路一段23巷2480号为历史建筑，同意跟同意。那进行第二章，请各位填红色的，红色的有上下两格哈，各位看清楚，填好再交给这个工作人员。好，现在宣布第二个部分哈，第二个部分我们总共出席这21位嘛哈，那就分两段。有关第一个部分是中山区铁路局机务段员工联动宿舍建国北路一段11巷
21、26、29号历史建筑身份及其锁定所土地范围，这部分是21位出席，20位同意，一位不同意，所以答半数以上，本案同意废止。第二个部分是有关这个一样哈，铁路局机务段员工联动宿舍建国北路一段11巷25、27、28、30、31、32、34、36、38、40、41、42、43、44、45、46、47、48、50历史建筑身份及所定所土地范围，21位出席，出席委员10位同意，11位不同意，未达半数，所以本案不同意废止。那不同意废止的话，底下这个案就不用投了，对啊，是吧？还有谁？刘牧师讲。包主席，底下那个案子哈，可能还是需要投，因为他下一阶段在利用计划里面，他还是可以提遗嘱，只是委员要不要让这个范围扩大？好，旁边意见就请这一张。好，本案有关一致保存历史建筑，铁路局机务段员工联动宿舍建国北路一段11巷33353739524号，并调整啊，铁路局机务段员工联动宿舍定夺土地范围，本案21位委员13位同意，8位不同意。所以本案达半数以上，同意一致。好，谢谢。我们进行下一案。那接下来跟各位委报告嘛，因为下一案开始都跟市府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跟蔡局长要回避啊，那就是不是还是拜托就是继续主持啊。好，谢谢大家，谢谢。
审议案六，案由历史建筑废止咨询会议结论之审议案，动漫局球场及园内土木交易场提前审议。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八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情形说明。首先，先登录的根据那个历史建筑那个公共局球场的部分来做说明。一、89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新增历史建筑类别，系采登录制。105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后，历史建筑保存以为实体保存，本案历史建筑实体已不存在。经本局邀请文资委员召开相关的咨询会议，依会议结论以及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七条办理废止。有关历史建筑公卖局球场的登录，说明如下。历史建筑公卖局球场在92年12月24号公告为历史建筑，地址是中正区南昌路1段10-1号，管理单位为内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6总队。公告资料请委员详参附件一。本历史建筑是在建物测绘完成后就办理拆除，原址已改建为保六总队办公室大楼。历程说明如下。92年9月10号，本市古迹及历史建筑审查委员会第7次会议决议同意登录，公卖局球场为历史建筑，保存原则如下：本案应办理测绘与影像记录，以保存本体育馆建筑。另建议：一、基于本建筑物构造系统、材料之特殊性，应尽可能保存相关跨度之与构架，必力考量与未来新建筑适度结合，或采一致他地重组的方式保存。二、针对保存相关跨度之与构架，以公共艺术及室内设计方式来呈现历史记忆，相关的会议记录请委员详参附件二。本案是保六总队跟监管处申请拆除执照，要新建大楼。本局在92年10月7号函复监管处，为使建筑物的特色可留存记录，于核发拆除执照时，并要求保留总队再进行建物的详实记录，那提送本局备查，再进行建物的拆除。相关的函文请委员详参附件三。保留总队在93年委托国立台北科技大学办理建物详实记录，在93年3月3号提送本局，本局93年3月12号同意备查，请委员详参附件四。在保存相关跨度之与构架，以公共艺术及室内设计方式呈现历史记忆的部分说明如下。本案公共艺术设置完成的报告书，本局在98年2月6号同意备查。报告书内容已载，公卖局球场相关铝构架并未保存。93年拆除建物时，亦无保存相关跨距之铝构架。有关公共艺术设置完成的报告书，请委员详参附件六。那本案是在108年12月30号，本局办理管理文物访视查核会刊。因为原址已经没有公卖局球场的遗构或主结构，所以当时的会议记录是请本局在依文字法规定办理历史建筑废止讨论的事宜。会议记录请委员详参附件七。109年4月13号，本局邀请文资委员召开咨询会议，会议结论：文资法历经多次的修正，现行法令历史建筑为实体保存，本历史建筑实体已不存在，委员建议可以依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七条，建造物因毁损致失去原有风貌，主构建灭失者来办理废止。会议记录请委员详参附件八。所以本局依职权还有文化资产保存法第十八条规定启动废止程序，在109年5月14号邀集薛勤委员、李前老委员、李富国委员、蔡元良委员、刘淑玉委员召开历史建筑废止专案小组会刊，委员初步皆建议同意废止。有关专案小组的意见摘要说明如下。一、本案原址已无公共已无原公卖局球场遗构或主结构。二、公共艺术之施作未利用大跨距行架作为设计元素，
原公卖局求偿建物未能保存某特定局部的构件，非勘记录行为原详参附件九。这是本案的位置图。公卖局球场是在国立台湾博物馆南门园区的附近。本案的地级地形图，那这是历年的航照图，清楚的看见八十年，还有建物，在九十四年的时候建物已经拆除。那这是目前建物的现况，已经作为保留总队的办公室大楼。那这是保留总队室内外公共艺术设置的照片。那有关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的一些相关基本资料，请委员详参附件。那这是五月十四号会诊各个委员初步审查历史建筑公卖局球场的各个委员的意见，那初步同意都是建议废止。那废止的基准是建造物因毁损致失去原有风貌主结构面失。拟办，拟请同意废止历史建筑公卖局球场。废止理由及法令依据：一、历史建筑实体已不存在，建造物因毁损已失去原有风貌主构件面失；二、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七条第一项第二款废止基准；二、本案提请等审议会审查，并依审查为决议办理后续。以上。保留总队，代表保留总队尊重各委员的审查，还尊重各大会的决议，谢谢大家。各委员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好了。争取时间，我们就应该做下一个了。审议案七，案由大安区金华社会住宅新建工程台北监狱围墙遗迹视觉调查司法审议案。庄毅，庄毅所还有一个，还有没有包裹？审议案六，案个历史建筑废止园内服装厂会议及其审议。一、八十九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那新增历史建筑类别，那系已登录至一零五年文化资产保存法修正后，历史建筑保存以为实体的保存。那本案历史建筑实体已不存在，经本局邀集文资委员召开相关的咨询会议，那会议会结论及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补助办法第七条办理废止的事宜。二、历史建筑原内务专业厂的登录及后续的历程说明如下。那历史建筑原内务专业厂于九四年十月十三号公告，那公告地址为内务区内湖路二段三十二之一号。依历史建筑登录表之其他的建议事项，此区域进行之都市更新计划。那相关的建筑设计需将本历史建筑元素融入新建筑中。那相关的公告，请委员详参附件。九十九年的时候，八月十七号，本府都市发展局他核发了拆除执照。那本更新案于一零三年七月竣工。然后是简报的示意图，是历史建筑的配置图的位置，还有原本的地形图的位置，然后请我们相关附件。然后后续的历程说明如下：历史建筑原内湖专业厂，与历史建筑内湖路同志厂及古迹内湖专业厂会议室，接纳入台北市内湖区文革段一小段三十号的二四零土地都市更新案。那其保存的方式，本局于九十四年五月二十四号召开台北市内湖区文革段一小段三D号的。